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修当知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心，知其智要小法，深着无欲，为是等过说于涅槃，世人要闻才变信稍。比丘当知，那个释迦牟尼佛呀，就说你们这些个比丘啊，应该要知道，应该要明白，应该要了解，知道什么，明白什么，了解个什么呢？如来方便的，你应该要知道啊，如来所说的法是全巧方便的法，是全法。为什么要说全法呢？因为众生的根性啊，就是你要一开始就和他说真法呀，他就不会相信。你要用一个方便法门来同他讲，那么他就会相信了。深入众生之性，如来这个方便法门呢，和众生啊合而为一。为什么他用这个方便法门来教化众生？因为这些个众生啊，都是有这种方便的这种机，对这种方便的众生，所以要说方便法。什么叫方便的众生呢？如来知道这一类的众生啊，知其智要小法呀，这个他的眼光不大，他的心智啊，只知道小小的一个方法，小小的一个道理。你要给他说这个宇宙啊的问题，他是不懂了，他只知道他自己这一个小问题。你要和他讲世界的问题，他就不明白了。所以这智要小法，他的志愿呢，就是想修一个小小的道路。深着五欲啊，他们呢，深深的着住到这个五欲的境界上。五欲，第一个就是财欲，第二个就是色欲，第三个就是名欲，第四个就是吃欲，第五个就是睡欲。这五欲啊，财色名食睡。财，因为这个世界上啊，以财啊来可以去购买一切的物质，所以人人呢都放不下这个财，
要能把这个钱呢看着它空了，这就不找住，看不空就要发生斗争了。我常常讲这个钱字，这是两个干戈的戈字，这个两个干戈的戈字啊，就是你拿一个干戈，我拿一个干戈来争夺啊，这个金子旁边有一个金子，抢这个金子。所以啊，有这个钱也就有了很多麻烦，要没有钱呢也就没有麻烦。但是人人呢可以都想要有钱，他不怕有麻烦。这个钱呢，你会用它呢就可以作福，不会用它就可以造罪。有钱可以做功德，有钱也可以造多一点罪业。所以这个钱呢是一个最坏的东西，是一个最不干净的东西。你看看人人数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用口水来捻那个钱，那个钱上不知有多少那种的细菌，就是那种的微生物在那个钱上，但是人人都不怕它，人人都欢喜。有钱他也不讲卫生。咱们这个钱的欲啊，是一种，就色的欲，色的呀，就是啊，贪图好的颜色，着住的这个美好的相上，就这样，色。那名啊，就是名誉，贪一个好名誉，谁要是赞叹一句啊，就听得很高兴的；谁要是啊，说你一个不好，这就心里比插上一把刀啊，还难过。所以啊，对这个名看得那么重要。但是这也是呀，五欲之一。第四就是这个食了，食啊，就是所一天所用的饮食啊，吃到这个东西，没有吃那个东西，晓得这一天呢，没有满足自己这个食欲。吃了那个东西又没有能吃这个东西，也觉得不能满足啊这个食欲。那么两样一起吃呢，也吃不了多少，觉得还是不满足自己这个食欲，所以这没有法子满足。你要是修道的人呢，对这个饮食方面应该不要看得那么重要，应该看它是一种良药来治这个身体的干枯而已，所以不要太执着这个食的问题。第五就是睡了，人人都欢喜睡。睡了一点钟，觉得不够，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一天总要睡他七八个钟头。觉得睡觉是最好。这五种啊，这叫五欲，这是众生所执着的，尤其二乘人。对这个五欲啊，看的是很重要的。没有钱他也认为不可以，没有啥也不可以，没有名也不可以，没有食也不可以，没有睡也不可以，他
就是深着五欲，深深的着住到这五种的欲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就啊来请问一个问题，问我，他说你讲经啊讲的这么道理，这么多的道理，说法说了这么多方法，究竟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呢？你要能知道有多少个人呢，那我就皈依你，拜你做师父了。但是你有没有确实的数目呢？我说你要想要皈依我不是吗？我根本就不会答复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有问题来皈依，这个弟子我不收的。你没有皈依你就有了问题了，你要皈依之后那个问题更多了，所以啊我不收你。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世界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人。我说世界有两个人，有一个男人又有一个女人。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男男女女，女女男男，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又有两种的行为，这行为也是两个人，一个就是求名的人，一个就是求利的人。求名的人就想尽方法来啊找这个名，你看见没有？有一个人他因为没有名啊，他就设一个方法想要出名，怎么样呢？他假装自杀，自己杀自己，或者吃多一点安眠药，或者吃多一点麻醉品，或者呀啊说服毒了。但是啊他服的不多，服的少少的。那么服的少少，他知道还毒不死，但是啊也不能没有人救他。然后因为他服毒了，旁人就设方法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就有报纸卖了。啊新闻纸上头就把他相片也登出来了，名字也登出来了，说某某人呢想要自杀，现在送到医院去洗胃啊，还在危险的阶段中。啊这才有了名了。啊有一个自杀的名字。又有的人想说自杀太危险了。哎我拿一把刀去杀人去。我不问他那个致命的地方啊杀。我就装疯作傻的。啊我回着把这个人的手指头给他砍断一个，回来把那个人的耳朵给他切下来一个，用刀割下来一个。我说我要杀他，咱们这样也有报纸卖了，也就出了名了。你看，一个要自杀是为的名，一个要去杀人也是为这个名，这两种啊，这是啊，大概这么说一下。那么其余的呢很多种啊方法去求这个名啊，求这个名，为求名啊想尽种种的方法，这是一个求名的人。求名的人这就叫啊被火烧死，这个名啊就属火啊，被火烧死了，没能啊入火不分。怎么叫入火不分呢？你不着住到这个名上，好和坏也不管啊，这叫入火不分，火也烧不死你。那么有一个求利的，求利的更不要讲了，
啊，唯得想要求利，做种种犯法的事情，啊，贩卖毒品、鸦片烟啊、海洛因，什么能占钱占多，他就做什么。为了求利，用尽种种的方法去求利。求利的人，这是属水，这个利也属水，所以呀、啊。你求利求得太厉害了，这就会被水淹死。所以啊，我答复他，这世界就两个人。嗯，我说你再找出第三个人，找看看。啊，他说，啊、哦，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的。啊，我现在想要皈依你，我说我不收你。嗯、啊，所以这个徒弟就撵出门外。外边去，嗯，这是以前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讲到这个五欲上了，稍微讲一讲，为是等故，我因为啊为这个制药小法的这些个人等故，说于涅槃，所以我说这个二乘法呀，说这个四谛呀，十二因缘，啊，也能得到涅槃。说他们也可以得到涅槃，这其实啊，啊，就是一种方便法。这个二乘啊，不能得到涅槃。世人要闻，这一等人呢、啊，听我这样一讲，说这个修四谛十二因缘法就可以得到涅槃。啊，宰变信受啊，这个人呢就生出一种信心来了，啊，这个不错，不费多少时间，也不费什么功夫，就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就可以得到涅槃了。于是乎啊，就去修行了。其实啊，你修这四谛十二因缘法是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嗯，不能啊得到真正的无余涅槃。譬如五百由旬，闲难恶道，况觉无人，不为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真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乡，讲导众人欲过难，所降人中，中路推白导师言，我等黑极而复不为，不能赴今前路有远，今欲退还。譬如五百由旬，释迦牟尼佛说啊，现在我给你举个譬喻，这个人呢，为什么要给他说方便法？为什么先给他说二乘的这个道理？就譬如啊，有这么五百由旬，这五百由旬呢，险难恶道，这一个由旬呢。80里，10个由旬就800里，100个由旬就8000里，那么500个由旬，我扒4万里，这4万里路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一条路，险难恶道啊，险就是危险，难就是困难。恶道，
这条路上啊，又有土匪，又有豺狼虎豹，啊，最危险不过了，最难走的一条路了。旷绝无人，在这五百姓游巡这么长远的路上啊，也没有人，不为之处，啊，这个很可怕的，哎，这种的道路上走啊，非常可怕。要有多重，遇过此道。假设呀，要有很多的人呢，想要过这个五百由旬这个险难的恶道，至珍宝处，到那一个宝所，宝所呀，是一切宝的宝贝啊所存的地方。这五百由旬就是啊，譬如我们人呢修佛法行佛道就非常困难，这个宝所就是啊最高的佛果，那么中间这个化成就是啊二乘的化成，所以啊至珍宝处有一导师，那么其中啊有一个领导的人，这领导的人呢聪慧明达，他又聪明是又有智慧啊，他明白这个道路怎么样走，这个导师呢就是譬喻的佛，善知险道，他呀知道这个险道的厉害，知道怎么样走，通塞之相，从什么地方可以行得通，从什么地方哪一条路是不会通的啊，通塞之相，讲导众人，他就率领着这个一切的人遇过此难，想要过这个难过的这个道路，所讲人众所带的这一切的人呢，中路懈退呀，在啊走到半路上，他就懒得走了，懈怠起来了，懈退。好像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在半路上啊就不做了，这都叫懈退啊，你修行修行又不修行了，这都是在半路上懈退了。白导师也对这个导师就说了，我等疲倦，说我们现在呀疲倦到极点了，而夫不为，在这个恐怖啊这个道路上啊，我们真不愿意走了，不能附近的，我们实在不能向前再走了，前路有远，那么前边这个道路啊啊还有这么样远，因欲退还呢，现在我们要回去咯，我们要啊不往前进要往后退了。导师多处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悯，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于方便利，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不莫舍退还，今此大臣何欲终止，随意所作绕入市城，快得安言，要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
这一位导师啊，多诸方便，他有很多的方便法门，而做试念，他自己呀、啊、就想了，是此等何悯呐、啊？说这些个最可怜的众生啊，真是可怜悯呐、啊！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怎么可以舍弃这个佛果的大珍宝而退还呢？回去呢，做事念矣。他这样想了之后，以方便力，用他这个权巧方便这种呢，方法，于险道中啊，在这个危险的道路中间，300由旬，化作一城。这个500由旬呢，就是譬喻的这个五道，五道啊，嗯，天、人、恶鬼、畜生、地狱，也没说恶修罗，因为恶修罗啊，包括在其他的这五道里边。在这个五道里边呢，不是做牛就是做马，不是做人就是做鬼，不是入地狱就升天堂啊，所以这很非常危险。我们现在呀、啊，过300由旬了，过300由旬呢，就是这个人呢，由这个五道里头啊，一定啊，可以走出一半来了，那么化作一城，在这个时候啊，化作一个化城，变化出来一个化城，告众人言呢，他对众人就说了，汝等悟不啊，说你们各位啊，不要生恐惧心，不要生啊一种啊怯退的心，莫得退还呢、啊、你不要回去，不要往回走，今此大成，说这个大成啊何于终止啊，你们可以啊再到这个大城里来住，这个大城啊你们要知道这是化城变化城，可以终止就在这个城里头住，随意所做，你们到这个城里边呢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啊这化城就是二乘的这种的果位啊，不是真实的，所以叫化城。但是佛呀说你们要得到罗汉果，也就是啊随意所作了，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那么凡横一粒，那么所做的事情啊就做完了，所以啊随意所作。绕入市城，假设你们进到这个城里啊，进到这个正得阿罗汉果呀，啊，快得安隐呐、啊，你们很快就都得到这种安稳了，啊，一点危险都没有了，这种是安乐的一个地方。要能前置保锁，即可得去呀、啊。你们要是想再往前去到那个宝所那个地方呢，你可得去，这就说你啊正得阿罗汉果，你再往前就进修啊，也可以得到佛果的。世事悲寂之中，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四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潜入化城，生一度
祥，生安银祥，而是导师知此人正，记得执喜，无复培捐，寂灭化成，与众人言，汝等去来保出，在今向哲大成，我所化作为执喜耳。是时，当到了这个时候，披疾之中，这个走路也走不动了，非常的疲倦，这些个众生啊，这就比喻的修道啊，修的时间久了，脚腿呀很辛苦了，心大欢喜。所以现在听说有一个城可以住着休息休息，所以心里啊很欢喜，叹未曾有啊，自己啊觉得从来也没有到过这么好的一个城市里头住，现在有机会啊到这个城市里头住了。这个城市呢，就是声闻人所证的一种果，因为化成，所以我等今者，我们现在免四恶道啊，免除啊这个天道人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恶道快得安隐，咱们很快的就得到安隐了。于是众人呢，在这个时候，这一切的众人呢，潜入化城，大家都一起呀，到这个化城里边，生以度想，就啊，生出了已经得度的这种思想法，生安隐想，是已经得到啊最高的这个安稳的程度上了。儿时导师，在当儿之时啊，这个导师就是佛，知此人众啊，知道这一切的大众，既得止喜，既然呢得到止喜了，在这个上住下了，无福陪眷，要休息啊，不陪眷了，都有精神了，寂灭化成了，于是乎啊，把这个化成了。也没有了，于众人言，对着大众就说了，汝等去来保处在今的，你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到这个保处啊，是很相近的了，这就是啊，声闻人正德思果罗汉呢，啊。在转求修大乘啊，这已经就和佛相近了。向者大乘说，以前你们所住的这个大乘啊，我所化作，是我化变化作的，为止喜而为的，你们到这休息休息。这个乘啊，并不是真的，所以你不要认假为真。诸比丘，如来以佛入室，今为汝等作大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恶难长远，应去应度，要众生但闻依佛乘者，才不遇见佛，不遇亲近，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
乃可得成，何知世人却要下廉，以方便利而于中道，为执其故说二涅槃，要众生住于二地，如来而时即便未说汝等所说未般，如所住地尽于佛灰，当观察酬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但是如来方便之力，于以佛称分别说三。诸比丘，释迦牟尼佛呀，叫各位这个在会的这个比丘、四众弟子等，如来以佛入世啊，佛呀。也就像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呀、啊、一样，这个设一个化成啊的样子。今为汝等做大导师，我现在啊给你们大家做一个大导师，来教化你们知诸生死，知道这个世间呢这个生死烦恼恶道，在这个有生命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麻烦，险难长远呢，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困难啊，又非常长远，应去应度，应该啊到什么地方去叫某一种众生，就应该去度这一种的众生，要众生但闻一佛乘者，假设我要是给一切众生啊，先就给他说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唯一佛乘这个法门呢、啊，再不遇见佛。那么因为啊，这个唯一佛乘这个法难信难解，不容易生信心，也不容易明白。所以呀、啊、众生听见这个法门呢、啊、就不愿意见佛了。啊，为什么不愿意见佛呢？说哎，这个修行啊，修佛法道啊最难了。不欲亲近，也不愿意接近佛，不愿意亲近佛。嗯。因为他怕把这个假的丢了啊，把假的丢了得到真的那怎么办呢？嗯、啊、所以啊不愿意亲近佛，变作世念。为什么他不愿意亲近佛呢？他就啊想出一种的思想，一种念头来，说佛道长远呢、啊，这个修行啊，佛法呀、啊，成佛、啊、这个道路非常的长远，要经过三大恶僧七劫，这么长的时间啊，真是太难了，久受勤苦啊，想成一位佛呀、啊，不知道经过多少啊，这种辛辛苦苦的。啊，行这种种的苦恨修行，乃可得成，才能呢成佛。佛之世心，佛呀，释迦牟尼佛啊，和呀过去一切诸佛啊，就是啊，他知道众生这种的心，却要下劣，却要啊，就是。很软弱的、啊、不坚固，
一瘦一点呢，逆境啊，逆来的境界就不能瘦了。所以呀、啊，这叫雀药。下列，下列就是最下列的，最愚痴，最笨，以方便力。咱因为佛知道众生这个思想下列呀、啊，所以就用这个方便拳脚，而于中道为止喜故，修道啊，这个中道。中道啊，就是这个五百由旬，五百由旬过了三百由旬，还有两百由旬。什么叫过三百由旬呢？本来我想等啊，讲气痛的时候再讲，咱们现在讲了也可以。到由这个凡夫。超过这个欲界天，这叫过一百由旬。由欲界再超过色界天，这又过了两百由旬。由色界呀，再过了无色界，这叫过了三百由旬。就超出三界去了，过三百由旬。你等到这个界外的菩萨，就是在三界外的菩萨，他能降伏而破除这个尘沙的毁，这叫啊，他得到这个方便有余度，到这个。方便有余度，这叫过四百由旬。等到他能以呀、啊、破这个无明毁，前面是破尘沙，现在是破无明，把这个无明毁破了，到啊这个十报庄严度。住的十报庄严度啊，这时候这叫啊过了五百由旬。为所以呀、啊、在中道就是那三宝由旬那地方为止喜故，就为的叫这一切的修道的人在那休息休息。说二涅盘，就说说两种涅盘，两种涅盘是哪两种呢？就是一种的有余涅槃，一种的无余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呢？有余就是有余一，就有余一涅槃，就是这个罗汉呢，正得出果，到了这个见思毁断了。但是他还有个身体存在，没能啊挥身免智，所以呢，这叫有余一涅槃。什么叫无余一涅槃呢？就是啊，能以自己用火把自己烧了，自己用啊三昧真火把自己啊可以烧化了，不用啊。外边的火，这叫啊身智俱泯啊，灰身泯智，这叫无余涅槃。所以说这两种涅槃，这都是二乘啊的境界。要众生住于二地，假设众生啊也修道住这有余一涅槃和无余一涅槃这两种的地境地上，如来儿时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时候，即便为说，即可呀，因为这一类的众生来说了。
汝等所作未办呢，说你们所修行的这个道路啊，所修的方法还没有完呢，不是所作已办呢，啊，所作未办，还没有成功呢，啊，相差的还远呢。如所住的尽于佛会，你所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无余涅槃呢，啊，尽于佛会啊，这和佛道相近的。当观察筹量啊，你应该啊观察算一算这种的是所得涅槃，你所呀正得的这有余意和无余意涅槃非真实也，这不是啊呀真正的涅槃，但是无来方便之力，这仅仅呢就是佛的用方便权巧之法呀，于依佛乘，在这个本来就是依佛乘，有分别说散，分开来说，有声闻乘、缘觉乘，啊，也有菩萨乘，分别开来呀，说的三乘法。若彼导师为执习故，化作大乘。既知习已而告之言，宝处在今，此称非师我化作耳。若彼导师，就好像啊，前边所说的那个大导师知道。这个显道的这种途径一样的，为执喜故，他因为啊想叫这一切的人呢休息的缘故，化作大乘，他变化出了一个化乘，具知其意。那么他知道啊，这大家的休息过来了，而告知言。而啊，对着大家就说了，宝处在近呢、啊，说我们想得到的宝贝啊，那个处所呀、啊，离这很近很近的，啊，此城非实啊，这个城啊，不是真实的，我所作耳，我所变化做出来的这个城。儿时世尊与重玄此意而说偈言，大通至圣佛师节作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诸天神龙王恶修罗众等常与天花以供养于佛，诸天祭天鼓，并作众机要，香风吹尾花，更于心好者。儿时世尊重玄此意而说偈言。当儿之时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愿意再把这个意思啊再说多一点，所以啊，就用这个偈言来讲这个道理。大通智胜佛呀、啊，他在这个十个节的里边，他坐道场，坐那儿啊。解加趺坐，那么入定，佛法不现前，那么他还没有证得佛果，做了十劫也没有证得佛果，不得成佛道，啊，还没有成佛，在这个没有成佛的时候啊，诸天神龙王啊，这一切诸天，一切的神龙啊，之类的。恶修罗众等，还有这个恶修罗无端正啊，这个恶修罗，
等等。常与于天花，常常啊在佛前边呢来下这个种种的花与这种种的花以供养比佛呀，也以这种的天花来供养啊比佛，供养那个大同至诚佛。诸天祭天鼓，这一切的诸天呢就都把天鼓打起来了，打起天鼓，并作重击药啊，又作种种的音药，香风吹尾花。这个供养的花呀，等落到地下它枯萎了，又有一股香风来把它吹去啊，更于新好者，又往下一点新的这好新鲜的花，好的花。过十小节以乃得成佛道，诸天及世人心皆怀荣耀，比佛十六子皆与其眷属，千万亿围绕具行至佛所，头面礼佛足，而行转法轮，圣师子法语充我及一切，世尊甚难值，久远十一现，为小物群生，震动于一切。过十小节矣，大通智胜佛呀，解迦夫座做了十小节之后，乃得成佛道。那么他这个佛法才现前，成就多罗三藐三菩提。诸天及世人，在这个时候，这一切诸天和一切世间的人，心皆怀荣耀啊，个人呢都欢喜的，得未曾有，从来也没有是否这么欢喜的，心皆怀荣耀。比佛十六子，这个大通智胜佛呀，这十六个王子皆与其眷属，那么每一个人呢得百千万亿的眷属，千万亿围绕他，这个眷属千万亿来围绕着他，具行是佛所，那么大家一起呀给他跑到佛前去了，头面礼佛足啊，五体投地呀，这么头面顶礼这个佛的两足，而请转法轮，而又请这个大同智胜佛赶快的转大法轮。圣师子法语，这个大同智胜如来呀，就给一切众生说法，说法呀，这个法语呀，充我及一切，充足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其他一切的众生。世尊甚难值啊，这个佛呀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那么现在遇到了，久远是一线的，这佛不是啊每一个世纪啊都有的，不知道等多少世界之后才能见到佛一次。佛为觉悟群生，佛为什么要出世呢？就因为啊他要觉悟一切的群生，震动于一切，他令一切的这个友情啊都返迷归觉啊，就是啊震动，震动啊就是觉悟的很快呀，那么好像听着这鼓声钟声啊，即可就把这个睡眠呢就醒了一样的。